Hello， 我们是副指导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几个月前我们去垦丁恒春玩耍，我们现在来到台中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展开台中的一日吃吃喝喝小旅行。吃什么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毕竟都是你找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呢有就是跟着 Q18 这一个影集呢找了一些点，然后想说，那 Q18 是在台中的某些地方拍摄，我们也来踩点看看好了。没错，所以跟着这支影片呢，你至少会跟着我们踩遍台中的四大行政区，然后就会吃到四大行政区的美食。那我们今天也要来一个台中地头蛇，对，很大条。欢迎笑笑学长，笑的朋友们，你们大家好，我是笑学长。耶、yeah, ，不是阿啾绘图同盟的学长，但现在也是 VTuber 笑。对，欢迎大家那个频道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跟着。剪掉。对，剪掉。哎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台中的柳川，但其实柳川也是 Q18 的其中一个场景，但它是晚上的场景，所以我们先去其他地方玩，我们晚上再来拍，晚上再带大家回来一起看夜景。好，那我们先出发啦，下一站 Go， 来个老派运镜。够了，你刚想跳是不是？你跳啊，你跳，来个老派运镜，来，耶、yeah ！看起来很多人哎。听说这间是大理跟太平交界很好吃的炒面，真的假的？看这么多人，然后我约会行程第一餐就在吃东西的。炒面。耶，噔噔！哎呦，声音怎么刚起床？听起来东泉辣椒，少加少加，加爆！我觉得东泉辣椒很甜。哎呦，辣啥鬼？怎么是插自己嘴吗？不是插我手烫？说完那一个而已，一个而已，一个而已。谢谢。他这里真的没有店名，但这边这一区叫19甲，所以19个甲。对，19个加加，对，就两个。我会被骂吗？对，加九才可以。我要大口塞哦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。嗯，嗯，嗯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除了炒面，还点了一个综合汤，它里面有大肠、猪血跟隔间肉。请问，隔间肉是哪里？隔间肉是哪里啊？隔间肉是那个这里横膈膜，横膈膜哦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嗯，脆脆的啦，嗯，对，谢谢。它嘴边肉是比较软，左边肉在这里，这边跟我的一样，我才有你们。啊，可是这里隔壁的客人啊，大哥也都是一碗汤一个面，就一组啊。如果常来的人可能就会直接跟他说：“我被几招？”哎，我能在干没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有一幕是那个黑子白子，然后背景就是大理艺术特区对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我想说他附近有一间咖啡厅，可以去看看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就是大理艺术特区，还有一个场景是第一集。跟第二集里面有一个量子星光，啊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。要要要要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破梗。反正那个量子星光，可是已经快完结篇了。说实在话，那你们就给我好好去追起来，大家。大概在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你是黑子，对，好。大家看前面哦，看前面哦。像我们这样会不会很像什么迷妹，然后到那个？自己喜欢的偶像踩点，还模仿那个剧照画面。你想跟我约会吗？这好中意哦。快点，来哦，重头奖哦！宝贝，干嘛？你的车来了。好悲哦，好幼稚哦，几岁还开这种玩笑？打他了，打他了！嗨，学长，你的车来了。
哭脚，阿凯的脚。幼稚人才会开这种玩笑。嗯，猪脸。哎，他的那个猪脚超嫩的，认真，很嫩，真假的？真的，谢谢。这样双脸的吧。谢谢，来排骨饭。跟你讲，好吃的排骨就是要这样子。张张，那我吃排骨啊？没有，你想吃？嗯。我觉得我的食量好像有点在变小，真的？嗯。哎呦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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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以表现一下吓到你的表情是什么吗？三，吓到我什么意思？你刚刚不是说猪脚真的吓到你吗？好啊。三二一，吓到你！这么好吃？哎，我比较外放的那种，很内敛的。嗯。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亚洲大学。不要跟我说，那我们来到亚洲大学。我们等一下就去亚洲大学。五幺看起来已经快要下雨了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不会啦，回住的地方，然后在那边安稳的度过后半生就好了。平时想开始进入长照的生活吗？不会，我们等一下去亚洲大学的美术馆走走。不要，你那么好，真的觉得那么容易吸引下雨的体质，等一下一定会下暴雨。我跟你讲，能不能讲话？不会，下雨耶，到底谁是雨神啊？是你吧？怎么会去哪都下雨啊？哎呦喂啊！卡住了，你闪，你的闪插到我的闪了！啊啊啊！真是，不可能来个亚洲大学，下雨。我本来想说好好逛一下美术馆，拍一下那种很美的 MV 的。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。跟你一起等雨停也蛮好的、啊。江江，满满的。那你买超多的。你想要先吃泡芙？它的泡芙是那种烤的，焦焦的，脆脆的。喜欢吗？好，这个是你的伯红茶伯爵。告诉我好不好吃就好。好吃。好大一个哦。那你吃。我不要，等下吃香好的。这是冰的。哎，怎样？买五份是对的，买五份是对的。对啊，嗯、那我们再去吃炸鸡。好、啊，走。请问，我爱你。不是刚还在门口开心吃的泡芙，为什么现在在这边？因为呢，告诉大家，就是一对好的伴侣关系，就是要满足我。也要满足另一半，我爱吃甜食，但阿凯没有那么爱吃甜食，他是肉食主义者，所以呢，带他来吃15分钟炸鸡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而且他真的炸15分钟，对，是不是很美好？是不是很美好？我现在没有想要吃，傻眼，嗯，还有那个收音。好吃，谁点地瓜球的、啊？你点的吗？对，它这个地瓜球不是像，不是那种皮很蓬的，它这个是实心的，给各位尝一下。你看这个馅料是这样子的。不可能呢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是美食节目主持人呢、欸？
一咬下去马上就是馅跟皮起来，然后它是馅就这么大，馅就外面裹了一层薄薄的皮，所以不会像你吃一般的地瓜球，它那个皮是空的，然后内馅是很扎实的。肚子里面现在有炒面、猪脚、泡芙跟炸鸡，那我们要吃什么？等一下晚上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柳川散散步，送给我家了吧？不过你还想吃什么东西是不是？台中的名产感觉是汽车旅馆啊。你定啊？1800。你定我们就去住。是只有去住吗？嗯，好吃。不可能，结尾快结尾了，又快下雨了。真的，台中这个是用雨水欢迎我吗？哎，我们现在在柳川，没错，开场在柳川，现在晚上也在柳川，就开始跟白子瑜这边做连接、啊。那我们也要这边做连接吗？等于是那个大楼，是，我们转换一下，是连接这边，我们有一种任务要完成的感觉。那我们请学长帮我们拍好不好？请学长帮我们跟学长接吻吗？好，哎，最后还是要闪一下学长。想错了啦，是跟学长连接啦。喂。认真，三二一，帮你们转那个转的，好，学长先进，二一，我们不用转啦，学长都转了，这转失败，大失败，好妖，真的是。好，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台中一日吃吃喝喝的小旅行，然后谢谢学长带着我们一起玩了。不客气，下次如果来台中的话，可以再找我。然后也跟着 Q18一起踩点这样子。没错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，就是台中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美景跟好吃的东西。更重点是呢，也不要忘记呢，到我们的左上角去看 Q18的巨大的这个自行车探索文化馆的影片。那我们今天就是 Q18的踩点加我们的一日约会，然后谢谢我们的学长希望跟我们一起，那我们不客气，一种闪踏的概念啦。对，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来，老派结尾，三二一，嘿。